因为有一个怕，所以各位，我想，能够拜佛拜到得癌症太好了，我福报大，因为你有一个真心在拜，本来要下无量世的地狱，我现在虔诚的拜，得一个癌症太好了，我这个癌症如果消除了，我百千万的地狱也可以消除百千万众生的地狱业障，太好了，所以我想。各位，我并不是说怕各位受苦，而是我们要愿意在苦中修行，那可以。如果怕苦，我今天来拜忏就希望我不要受苦，那就不是大乘佛教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苦永远都在，但是你不用怕。为什么？你有十亿美金的时候啊，人家跟你要一万两万美金小事啊，知道吗？因为你越来越有悲心空性的时候，那别人给你的一点苦变成抓抓痒就好了 ,OK 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资粮这个慈悲心，别人给你一点苦啊你要倒个五六天啊，又吐啊又发烧啊，那也安呢，以后叫你拜梁皇我不要拜啊，太苦了。因为你没有那个福报，资粮发心，你就不能承载众生。所以什么叫大乘？大乘就是载着大家，承载大家，对不对？装着大家的痛苦跟快乐。那我们都要学大乘佛教，这样才殊胜。所以因为如此，那所以愿代众生受无量苦，所以每天要替众生拜忏啊，解决。就像我们的妈妈得癌症，跪在那一直拜一直拜，希望妈妈不要有痛苦，因为你自动自发了啊，跪的脚好痛啊，但是你很认真啊。因为只要妈妈没有痛苦啊，我怎么痛都没关系，我想我们修行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实际。站在大乘佛教就是不怕苦，所以才修大乘；站在小乘佛教就是怕苦，所以赶快解脱。如救头难，赶快解脱，赶快证入阿罗汉，对不对？那站在大乘，那你要练习不怕苦。为什么？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受苦，都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舍弃。一舍弃一个众生，就破菩萨戒，你恐不恐怖？啊，各位是修哪一乘的？到底是哪一乘的？是小乘的吗？你赶快出家啊！是大乘的吗？那你要承担众生苦啊！两个都不敢，不知道来干嘛？叫外道，不是小乘，也不是大乘，你到底哪一乘？所以那佛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修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为什么可以超越？因为无我，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无我。既然无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来吧，现在给你砍头，来吧，所以因为这个头也是假的，你给我砍掉，我马上又生出来，越生越多，变成观音菩萨好几个头。因为呢，它可以利益无量无边众生，所以那你要养成那个思维空性的习惯，我这样讲，因为我不常常在这边啊，但是永远要抓重点，各位要把重点抓住，虽然绝对相信因果断恶修善，但是做完要放下，自尽其意，但是放下不是放弃，这个放下是放下我。却承担众生，所以要升起大悲心，要发菩提心。唯有整个世界众生都没有痛苦了，那我的轮回才停止，要如此。所以要展现佛的力量，要引导众生成佛，所以你要观修对方也是佛，对方本来就是佛，只是他忘记了。所以你要提醒那个喝醉酒，喂，你是国王啊，你怎么喝醉酒了，做乞丐。所以他本来就是国王，只是他忘了。国王最近吃错药了，哎呀，这样脱光衣服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赶快帮他。他只是一时无名了，失去控制了，但是他国王的地位都还在。好，67页中间，佛说八句平安偈，什么意思呢？希望世界无灾难。地水火风，希望这些鬼神不要制造传染病、车祸、灾难。那以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你念出来，
这些鬼神，哎，他就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功德，而不要去伤害众生，住在土地的，住在水里面的，住在空中的，住在海里面的。如果住在海里面的这些鬼神要制造问题，这个船就翻了，对不对？所以要发生事情都会看到鬼，哎呀，电梯要摔，压死人了，然后被压死的还要在那边找人俩刀铁抓一个替代的，然后那个地方就不断的重复啊。那释迦牟尼佛说，如果有这个问题，你赶快念这个八句平安偈，那那个地方就平静了，然后这些鬼神他就变成佛的弟子，然后好好的修行。各位，佛陀有没有死掉？没有，法身常住，永恒不灭，这个叫佛陀啊。人有生死啊，但是成佛以后超越生死。释迦牟尼佛只是演一场戏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演一场戏给我们看，演一场生老病死的戏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学佛，他示现给我们看。佛陀早就成佛了，而且百千万亿化身了，所以佛陀说，只要有四个出家人精进在修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化身。佛陀说，我随时都只要有人精进修行，我就化身在他里面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八句平安偈，那个地方就会消除。所以各位讲这个，你要有信心，相不相信？相信。有没有悲心？有。那个地方有水灾，这八句话写一写，丢下去，水就平了。谁的力量？释迦牟尼佛。你莫操皮工，我哪搞？那你马上中魔了，是佛陀的力量。但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对这个灾难有悲心，所以他就事情就圆满。所以这句话我每天都念，因为我每天都要坐车啊，坐飞机啊，然后呢，我也不能控制它的速度啊，对，然后我也没办法啊，但是你念这八句话，安呐，无代志啊，没事啊，佛陀在啊，风调雨顺啊，所以我已经习惯了，飞机上哦掉下来，我已经习惯了，不会，没事。因为有佛力嘛，怕什么？对不对？没问题的。所以就算死了，死了再来，太好了。我死了，我可以带着一百多人去极乐世界，跟我来，免惊免惊。师父陪你哦，好在死了，还有一个师父在啊，马上超度。师父带着，你要观修好，你已经习惯了啊。师父还比我还啊，师父没有啊，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些本来就假的，各位，摔死是真的还假的？假的，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记住这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都是虚幻的，假的，暂时的，因缘和合而存在的，花不单独存在的，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就没有花，花里面就有阳光，就有土地，就有水，就有种种的，花是种种因缘而存在的。所以花是暂时存在，因为因缘不断的在改变，花是如此，灯是如此，人也是如此，爱情也是如此，事业也是如此，没有永恒的。那你要不断的习惯这个想法。大乘佛教说，虽然我不是佛，但是我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是平等的，佛陀成佛，那跟我的佛性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我有佛的心，叫一心，那我念佛，佛的力量就透过我展现出去，就像镜子，不是光，但是镜子可以折射光，而且更亮啊！反射的光会更刺眼哦，更亮。但是问题是，你要有这个信心、悲心，一心念佛，那个折射光，镜子一点也不会伤害，而且充满了光。所以每一个佛经都是，你在诵《地藏经》，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力量的加持，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像地藏菩萨一样合为一体，因为你也得到，你是最快得到加持的，因为地藏王菩萨是透过你展现出去的，所以我们在密乘里面修习本尊想，我变成地藏王菩萨，所以我来诵地藏经，众生变成我的妈妈，所以我在为我的妈妈宣说地藏经，
那各位要练习这个习惯。我今天只是透过这个仪轨，把方法告诉各位啊，修行在自己这样。啊，我的师父告诉我怎么做，所以我把这个告诉你怎么做。我这样努力做，那各位也要这样努力做。以后你在家里弄地藏经的时候，我们从外面走过，哇，那个房子怎么发光了？里面有人送地藏经。这个房子又发不一样的光，他正在念阿弥陀经，有红色的。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会觉得生命非常有意义，我们可以帮助众生的。但是你越想要帮助众生，你要越消除我慢我执，也不能自卑。我完全的念阿弥陀佛，我变成阿弥陀佛，帮助这个生病的人、临命中的人，他看到我有如看到阿弥陀佛，他也变成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他也得到利益，我也得到利益。这样一心念佛，自他两利。不但我这样念佛，为他一个人念，整个医院的往生者都看到阿弥陀佛，就像各位刚刚在点灯一样。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观念来做各种的修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念心经、打坐、拜佛，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好，大家来念，来，诸有众生类，在突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就像有钱的爸爸跟儿子说，好好做事，我给你很多钱，他就乖乖了这样。所以各位要有这个信心，当你在念佛经、念佛、念佛的寄语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无畏信心，如狮子吼，你不能怕怕，我念他会好吗？这样，对我来讲他已经好了，没问题。100%的力量，只是佛光照到石头，我懂，这样了解吗？佛对我们的力量是一样，只是碰到一个没信心的，那没办法。我已经帮你念观音菩萨了，结果你不接受，那没办法。如果你快死了，我帮你念观音菩萨，你也接受，刀子砍下去变竹子，没事了。因为你相信观音菩萨，我相信观音菩萨就超越。所以各位，重点在这个信心。我相信观音菩萨。所以我想我们去帮人家助念，握着对方的手，来，老菩萨跟我念阿弥陀佛，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说，九品往生，下四品，临命中，哪怕你这辈子杀了多少人，造了多少恶业，你有一念惭愧心而念阿弥陀佛，一念乃至十念，保证去极乐世界，不然阿弥陀佛不成佛。他说好，他就走了，去极乐世界了。各位，你有信心，他有信心，没问题，因缘和合。念了老半天他没信心，那至少超度旁边的鬼吧。所以恶鬼升天，你有信心，那恶鬼也是升天。所以至于这个老菩萨要不要往生，随缘嘛。但是我借过这个老菩萨助念，我让他们全家历代祖先附近鬼魂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施烟供。所以我们去帮人家助念，点个灯，点烟供，做药供，通通做，办个大法会，难得开一个道场，多好。你有这个助缘，我很喜欢带居士去念，带居士很认真啊。我现在在这边讲，你们还会东想西想打瞌睡啊，对不对？然后如果往生的躺在那边，大家念得比我还大声啊，因为有一个他在那边啊，念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是这样习惯。所以各位要练习，我现在蛮会讲话，我以前不会讲话。我为什么会讲话呢？是因为我开始为死人念经。然后呢，为死人念经我还跟他说话，说很久哦。有时候他们这样，师父他死了你还讲，他没死啊，他如果死了就好办了，人死以后肉体死，心还在，他还在听我讲话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努力的跟他讲，他你看他脸会变。我碰过好几个，已经17天了，我跟他讲一讲还流眼泪，哦，他家好感动，哇，跪，哇，师父这样。我说人家还在听，流眼泪，好在没七孔流血。所以因为是如此，因为我当真了，我当真，所以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以前不太讲话，但对死人讲话他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对活人讲话我还不太好意思。然后已经练习久了，练习久了以后，现在对活人讲话对我来说懒散了呀。但是我现在不是对活人讲话，因为各位后面带了一大堆亡魂来啊。因为你来了他一定跟着来啊，对不对？父母祖先要赚功德一定要来啊，所以我们不能光对人讲话，一定要光对鬼讲话。所以但是怕什么？有佛菩萨在，有护法在，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通通请来了，护法算神。然后呢在我背后，我讲这个道理很重要，当你在念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变成阿弥陀佛，一切护法都在旁边融入在一起，然后你在念佛的时候，六道有情无一余，没有一个漏掉，都在听你念阿弥陀佛，都在得到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是那个中间的连接点，各位要这样观想哦。十方诸佛菩萨，所有六道有情，你就是那个连接点啊，所以你这个连接点就是安住在空性，因为你心中里面只有观想十方诸佛借来加持，帮助六道有情，你专心的在为他们来念诵，这个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不是说人怕不怕人怕鬼，没什么好怕，因为六道都是父母。那各位要养成这种专心的习惯，观修专心那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形成，但是你要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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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串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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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间断，也是做十万遍做一亿遍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变成如此。我在拜佛，十方诸佛皆放光加持，后面的六道有情包括千百万亿只的蚂蚁都在跟我拜佛，这样然后一拜完以后，他们各个超度消除业障然后呢一直拜一直拜，还更多的众生加进我。所以各位要有一个对境对境最好今天晚上回去，你把你祖先的牌位放在你面前，阿爸，这样我开始为你诵地藏经，这样你要观他在你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两天各位没办法每天来参加梁皇宝忏，你可能为了上班为了家事，但是你要观想的你在这边你的父母祖先都在这边跟着法师在拜忏，在同享功德，这个叫什么？心灵连线，对不对？你要连线连线，不是连一个地方像我人在马来西亚，我心在很多地方我要练习好，将来我才可以千百亿化身，光一个海涛怎么够用不够用了，你要百千万亿化身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功德就在哪里，你现在要练习好，所以你要不断的累积功德我们这个本尊练习好很多功德。那我观想很简单，我只是伽玛巴尊者身上的一颗小沙而已，根本没有我，我每天晚上睡觉就化为空性，就像那个看电影然后一道小小的光融入师父的心在那边很好睡觉的早上睡醒又从他身上又跑出来，开始去干嘛把钱弄这样开始去做师父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我这样没有我，我只有师父，我只有干嘛吧所以各位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特别你要修密乘你要修密乘，只有上师，只有根本上师，其他的所有阿弥陀佛所有药师佛都是伽玛巴，没有一个例外，我的师父就是所有活菩萨的整合，所以我的师父会变成阿弥陀佛，变成地藏王菩萨，变成药师佛，他念什么就变什么，那我们呢一心念佛这样而已，没有自己，所以能够依止上师是消除我执最好的方法，也能够不离菩提心大悲心莲花生大师说这个就是最好的窍诀最快但是你要做到如此不容易，因为你有时候会怀疑
会想要在世间玩耍玩耍，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世间，师父讲的都是虚幻的、假的。我们只是善巧方便，将来使用而已。好，67页下面，回向偈，愿消三障。这个愿不是自己啊，你不能说我今天来参加法会，愿我消除业障，那你太自私了。愿这讲的愿是所有众生消除贪嗔痴烦恼三障，消除烦恼障、业障、果报三恶道的障碍。愿得智慧真明了，他们能够了解空性、因果、大悲、菩提心，普愿普遍所有众生的业障通通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大家嗔生世世学佛发菩提心，自然我们得度了，消业障，我们也要成为佛菩萨的分身了，来利益众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直到所有众生都离苦。哇，光这个回向偈就不得了了，你要用这种真心去回向，就累积无量的资粮，消除无量的业障，然后呢，你的冤亲债主不可能不原谅你，真发心哦，他会被你感动啊，感动以后成为你的护法，本来要来杀你的，你看不动佛、不动如来那个最可怕的魔都被不动佛感化了，他平常呢在帮不动佛保护妙喜世界，因为不动佛的无嗔大悲心。连魔鬼都被你感动，我认为这个世间仇人是你最好的助缘，如果你能够感化他，你就有真正帮助你的人，因为仇人才厉害，化敌为友，你所以在这一点，那你要如何化解仇对呢？那你要真实的大慈大悲感动对方，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方法来消除冤亲。为什么叫冤亲？冤就是亲，亲就是冤，冤亲平等，你要是有这种大平等心的时候，冤马上变成亲，但是亲你又不执着，在帮助我们。所以我想佛教里面不管哪一行字，那像我刚刚一行字你背下来是定，从这一行字里面你去使用，那个就是观修，产生了心跟行为的一种转换，那佛教里面就不离开这个叫定慧等持，止观双修，马来西亚以前被英国统治过，所以所有的英国外国人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服务他们，愿他们消业障，愿他们开智慧，愿他们没有痛苦，愿他们一起行菩萨道，所以成为三宝弟子，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就是跟佛陀啊，我把生命交给你，加入你的菩萨道，愿将来跟你成佛。佛说好，我又多了一个儿子，好好教你，所以阿弥陀佛说，你相信我，把你的生命交给我，我让你的生命成佛，莲花生大师说，你相信我，我像一只狗一样的24小时的保护你，让你成佛，那问题是各位，你要把自己奉献，奉献不是叫你现在离婚，不要你，不是那个意思，转一个心态来对待你的先生，对待你的太太，对待你的朋友，对待你的儿女，也让他们因为这样而懂得学佛，因为被你的心态人格感动。我想我做一个出家人，我的师父常跟我说，你要做别人的模范，你要用你真实的心态行动感动别人，对我来讲这一点比较困难，但是至少要尽力。我从我台湾的师父如虚长老身上看到这个，他真是如此，里外一个人，没做两面人，他时时刻刻保持在这种状态，所以这是我最大的福报，能够亲近到，如佛的善知识。所以我的师父已经中风了，但是他那种悲心关怀都还在，他中风了他什么都忘了，但是他那种念佛啊、菩提心啊，都还在，所以让我得到一个证明，人虽然中风了，没记忆力了，但是他的佛性本质都还在，一点都没有，忘怀掉。
我的师公真华长老发菩提心念佛啊，随时抓得很紧，持戒发菩提心念佛啊，时时刻刻的勉励着我们。所以我认为各位最大的福报就是你要亲近善知识。如果各位有机会能够去亲见大宝法王伽玛巴，你就知道哇，那真是一个佛的身口意，任何一个行为动作不离开正念大悲心，却这么自在。我们还会紧张啊，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是狮子吼如来，非常有力量，很多事情很清楚。那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哦，知道哦，有道有得道，佛所讲的道理叫道，但真的有人在实践这个道，达到这个道的力量，悲心空性威德力。那我想各位，这样才是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子女最大的功德，让你成为一个道人，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的先生，影响你的太太，影响你的父母啊，因为一直得道，九玄七祖尽超生。我想拜梁皇是叫我们不要贪嗔痴，不要造恶业啊，如何发菩提心，如何学菩萨道啊，所以同这种虔诚的忏悔来发愿，求佛菩萨加持。所以拜一次梁皇跟拜两次梁皇要完全不一样，你今年拜一次，你明年再拜的时候要不一样，你不能执着我拜三次梁皇老掉而已这样。因为这个法没有进入你的身心的时候，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在马来西亚很有福报，懂得中文啊，懂得中文是现在最大的福报。你要告诉你的儿女什么可以不懂，中文要懂。因为你懂得中文，你才可以懂得大乘的经典。大乘的经典是最强调菩提心的。然后你懂得英文很好，那懂得英文是把你从中文学到的再翻译成英文去帮助那些不懂中文的，要以这个为目标。而不是说我懂了英文然后我就可以赚英国人钱甚至有时候是看不起中文来学英文，那不行了。因为做个菩萨，你要接触各种的众生，你要有各种的方法来利益。布施是消业最快的方法，就像你要发财，你再怎么好脑筋就不见得发得了财啊，因为没有福报你怎么发财呢？发财最快的方法是布施，供养三宝，帮助贫穷，那你还不得不发财。台湾人说用卡拉嘛有钱这样，对不对？脚随便动一动都踢到黄金了这样。因为你有布施的因，布施的因就像那个火随便点个砰就烧起来了，对不对？你要是没有布施的因，你再用什么大火不烧就不烧，没办法。所以各位啊，那业力不可思议，善业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呢，那你用这个身体布施，你看身体布施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来放生，放生就是布施众生的生命，让他不要。第二个做替身，这个叫施身呢，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布施给众生。那你布施给众生，那你自己得到更多。所以你要这样观想，而不是说一块面包给你吃，不是啦，是我整个生命给你吃，整个生命呢让你快乐，整个功德布施给你，所以把它包起来，就这意思，包起来，具足所有个人所有功德啊，要布施给对方。所以对方在吃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好快乐啊，你好快乐，因为你得到我的身体以后，你将可以大福报，你可以往生净土。那各位练习久了，哪一天有动物在吃你的身体的时候，有众生在吸你的血的时候，你好快乐啊，好快乐啊。那慢慢你就接近佛陀的精神了，大悲奉献，这样才能够广结善缘，成就佛道。我们来念一下菩提道次第四颂，希望大家经常念念念念，就把它背下来。整个成佛的次第就是这个了，所以宗喀巴大师为我们整理了，那你要把它念熟背熟，
那永远不离开菩提道次第，点一盏灯也是在菩提道次第里面，吃个饭也是在菩提道次第里面，了解世间法，有解脱的心，走入菩萨道，追求成佛，让众生都成佛。所以我们这样来念诵，而且祈求三宝加持，希望我们的生命的分分秒秒都是在追求菩提道，成就这个菩提道。来，菩提道次第摄诵，一心顶礼，宗噶巴大师，法尊大法师。好，大家念诵，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讲解，或是你可以从网络上，你打这个，有很多法师都有讲解，也非常好。来，万善根本从师出，能生利乐如良田，依止为法善根断，如理事师求加持，一切实处普摄护，诸善知识真佛身，但观功德无寻过，并念大恩求加持，因众尽信为益乐，生命财物如教修，殊胜供养作家行，唯令师喜求加持，八难既离十圆满，小大显密总能修，后恐此生难再得，愿受心要求加持，始愁决定终须到，荣获今日便降临，此时世事君当舍，速修妙法求加持，无时所及不善业，使堕恶趣不自由，若堕当受寒热等，思苦难忍求加持，能除众部作医护，真实不虚无他方，前归三宝受学处，总别尊行求加持，黑白业感苦乐国，个别因受情止作，别于无时所及罪，势力对治求加持，此生勤修白夜因，亦得人天贤善身，自信知苦不能怨，愿出轮回求加持，游海漂流不自由，作此恶具是祸业，业复依于烦恼其，是诸祸愁求加持，业祸增上成流转，劫生相续系福间，离此当得无漏乐，勤期解脱求加持，未脱有苦依三学，出家深得佛所称，生生愿持解脱戒，如护眼珠求加持，但求解脱虽可得，习于自力且未圆，愿修能满恶力行，入大乘道求加持，恩庸真庸今遂现，思量个个无决定，不因虚妄分爱真，勤修舍心求加持，生死流转无起始，入胎受身亦无出，故知有情皆是母，愿生施见求加持，今生爱我母为最，众母爱护亦如是，施此厚恩未能报，亦念母恩求加持，若知有恩有舍弃，是我下列更有谁，
是故徒抱当拔苦，并与圣乐求加持。吾等乏安乐，我以身财善根施，愿诸有情皆得乐，一切缘具求加持。吾等众生苦所逼，苦因苦果愿尽离，纵有余殃我代受，勤修悲心求加持。一切世间诸有情，或无漏乐断苦根，我应决定如是作，愿速堪能求加持，任运承办自他力。世尊额外更有谁，以此为利有情事，愿速成佛求加持，自他于苦皆不遇，愿得安乐此心同，他知求乐亦如我，自他等事求加持，爱至即成众苦因，爱他则是万善根，生佛差别从此出，自他相换求加持，以我善乐诸因果，他苦因果尽无余，如风去来行取舍，由此发心求加持，未令发心常不退，念其胜利日六修，断是黑法依白法，如理勤行求加持，成就利他发弘誓，未速圆满此事愿，尽受大戒起大行，行勇修学求加持，生命之具三世善，各随所愿施有情，从心变现以布施，舍心增广求加持，别解脱等诸虑疑，舍命不犯众恶行，若遮若性为系罪，修此防护求加持，人及非人是大种，所作损恼多相逼，但除嗔恚不语教，观愿忍受求加持，既为利他求菩提，无量艰辛精劫海，于诸难行无却倦，着金净铠求加持，念之坚固除尘掉，心缘一尽生清安，身心愚善有堪能，随意得子求加持，以分别智观法性，即有观力引清安，复从清安发生观，愿生此会求加持，由师摄众成眷属，说如法与事力行，以身作则现同事，四摄利他求加持，以修共道成法器，当求具得阿奢离，未入秘密圣上乘，受是灌顶求加持，所说真言诸密戒，若善守护亦成就，不守绝当堕地狱，舍命真护求加持，密不甘心二次地，达经要以其勇尽，一日是作无间断，依师教修求加持，是之妙道善之事，如理熏修同行人，愿持正法久住世，内外沾习求加持，愿我生生遇名师，
饱餐妙法甘露味，十地五道功德满，速即证得金刚持。在99页第一行，我们短短几分钟解释一下六波罗蜜。27，生命之具三世善。刚刚讲了我们的身体、生命、我们的金钱、财产、房子，我们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所做的善根，各随所愿，施有情啊！你要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财库，布施有情，而且要怎么样？第三句话很重要，重新变现以布施。各位养成习惯，你走到大海，嗡啊吽，嗡啊吽，我所有的生命之具三十善啊，各随所愿，嗡啊吽，嗡啊吽，从你内心里面变出来，变出来。一样供佛也一样，你看到佛像，我所有的黄金布施来贴金呐、我所有的钱来庄严三宝啊，你要从内心里面练习啊，练习里面啊，布施增广，叫舍心增广，让自己有这种真心的布施。除了啊真实的布施永远不够的，但是要从无量心里面要这样布施，舍心增广，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一直在这种布施的状态对外。第二，28，别解脱等诸利益。但是对于个人，我们绝对不要去伤害到任何友情，一点点都不要，会妨害到众生的，会让自己起贪嗔痴的，任何一个戒律都要守好。所以舍命不犯众恶行，宁可死也不要去伤害到众生，去破坏到威仪。若遮若戏，为戏罪，遮就是什么？喝醉酒。你一喝酒啊，那你就会杀盗淫妄啊，这个遮就不让你去造恶业的啊。除了这个，还有很多戒律都是遮，不让我们积嫌戒，如何如何。性就是本来就是伤害众生的啊，这两个哪怕是维系的一点点罪业，觉得很各位，你骗人讲不出来啊，羞耻啊啊！你叫我去骗人，你叫我去起欲望，你叫我去偷一点东西，不行的，羞耻啊！觉得所以持戒本身要有一个惭愧心呢、羞耻防护，绝对不让我有一点点的起心动念去伤害众生，去起欲望，去生气啊！所以29，人即非人是大种，所作损恼多相逼。世间的人，非人，非人这些魔鬼啊，冤亲债主啊。各种的各种的伤害我们的你在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反正冤亲债主就像风一直吹着蜡烛一样，随时熄掉啊。但是各位啊，我们得到什么业报不能怪世界，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来的。所以所作损恼多相逼，断除嗔恚，最主要你要不生气，绝对要忍不要跟对方计较，观业忍受求加持。就像各位，你自己发愿要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你要心甘情愿你自己发愿要去非洲度那些最穷的人，结果被打死被误会，你要心甘情愿要观业忍受，要有这个准备忍辱波罗蜜30，既为利他求菩提。既然我们是为了所有众生，我们今天学佛法是为了成佛，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既然是为了利益众生在求成佛，那不能怕苦。无量艰辛经劫海，无量劫的艰苦辛劳经百万劫死了再来，死了再来，死了再来。释迦牟尼佛这个头断了1000次被砍断1000次，挖几百亿次的眼睛，流多少的血所以遗珠难行无却倦，再怎么样的痛苦不会怕，也不退转，不疲倦，着精进铠，决意波罗蜜。精进铠，我决心了，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改变全世界都误会都伤害你，我也不改变，要利益对方，绝对不会生气所以这个精进包括精进布施，精进持戒，精进忍辱，精进的来利益众生，也精进的来调伏自己，定慧等持。
31。那念之坚固，除尘掉。那既然你决心要利益众生，你要保持正念，不能打瞌睡，不能乱想，不能怀疑，要保持正念，我要利益众生，为利益众生求菩提，要念之坚固，保持正念，正确的知见，心源一境生清安。所以我就是要奉献的，我要高兴的去赴死的。你已经决心了，这个一境不是说我保持不要乱想，那你又有跑路解脱道了。心源一境是，我就是一心要利益众生的，我是一心要牺牲自己的，我就一心一意要布施持戒的，心源一境，那你就不怕了，你就平静了，你越怕痛苦越痛苦。所以身心愚善有堪忍，所以身体也好，心理也好，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你都能够做好。你都能够承受，所以随意得子得家眷，时时刻刻保持在那种利他的状态，时时刻刻保持在这种专心的状态。所以以分别自观法性，所以各位呢，一切法虽然它的形象不一样，但本体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看清楚，看清楚。所以即由观利引清安，你看清楚以后，了解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那你的内心就能够平静，所以从此清安，复从清安发生观，从了解以后更缘起甚深，所以了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法的本质是一样，所以而不会要分别心了，所以没有分别心了，就升起了这种般若智慧，也升起了大悲不退转，所以愿生此慧求加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在念这个菩提道次第，求诸佛菩萨加持我们在实践般若蜜，那在自利利他的过程里面都不会退转。所以以这样以后再用四摄法，那你要开始接触众生，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来引导众生一起走入这个菩提道。那我想各位有机会把这个道次第把它读读读读读到后来熟了，那怎么用怎么用，那可能我讲的不见得是很正确，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是你每一次你去做，你的理解就会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各位多看大乘的经典，大乘的经典讲的就是空性，如何悲心，如何发菩提心的方法，非常的浩瀚广大，然后呢你会更了解，然后你去实践，那这个道次第它就是一个像一个纲要而已，一个纲领，但是事实上很多维系的跟实际我们要去做的，这样才能够圆满菩提道。那我们成佛了，那众生就可以离苦了，特别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就一定能够离苦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做了无量世的爸爸妈妈，连他的太太都嫁给他500次了，但是500次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才可以证得阿罗汉了，所以百千万亿的众生都跟我们有无量无数的缘分，但是只要我们成佛，为了要成佛，要精进在这个菩提道上面。好，那我们现在回向，等一下我们要到楼上去做烟供，再回向。如果你要赶着回家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鱼也来了。在楼下，等一下，如果你不去上面呢，也要麻烦我们后面有一条，走过去，你开车过去会有一个桥下，走过去不到10分钟啊，那个大河，我们要把那个鱼，今天拿的是7公分的鱼苗最好了，所以放不要放太大，放太大人家就会抓，你放小一点，很不想抓，晚上放最好，没人看，没人看，对不对？晚上没有那个白鹭鸶一直吃，对不对？偶尔有一两只夜鹭啊，但晚上比较不会引起批评啊，然后鱼苗后面这一条河，我看那个名字真好啊 ，River of Life 啊，生命之河，放生的地方了，那桥下多少的鸽子啊，很多鱼啊，因为我知道下游的地方比较漂亮，很多人在那边钓鱼嘛，那至少是一个鱼快乐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放的是妥善，妥善最好活了。但是他们如果等一下各位愿意去，或是你开车去那边，
我们还要布施面包，我们法师啊，等下战胜法师啊，他们没去过了，我们战乐法师去，就后面而已。我们这几天拜忏，天天放生，好不好啊？哎，天天放生，天天烟供，天天点灯，这样才有天天拜忏，有更大的力量来回向我们的父母，来回向消灾者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每天买一些面包来，好不好啊？最好明天牵两头牛来。我每天都讲这个，牵两头牛来啊，啊，所以因为很多牛被杀，各种动物，我们有两个护生员可以救这些所有物品的、啊。我们有大海，有河流啊，不然各位就多参加放生，好不好？用父母的名字，用七世父母，你就写了我某某某七世父母布施十块替他放生，对不对？然后父母要得到这些功德啊，点灯啊，放生啊，供水啊，面包啊，服务啊，这样呢还有具足功德。今天各位还可以大众，我们有很多上师慈悲，也来加持法会，每天共生，好不好啊？每天共生啊，你用你父母，用祖先，用往生者，为病苦者啊，你不用写名字，你只观想啊，我为我爸爸妈妈，为往生者，哎呀，供养，让他得到功德。这个功德再回向给法界众生消灾延寿，往生者得到超度。我们要回向菩提道，回向菩提道，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成佛道，要这样的想法。我们来回向，来愿以此功德拜梁皇宝忏功德，点灯功德，供水功德，甘露施食功德，替身多玛功德，药师烟供功德，礼忏功德，供养三宝功德，供养出家师父功德，听闻佛法功德，读诵菩提道次第功德，慈悲烟供功德，排位回向功德，随喜诸佛菩萨功德，随喜所有众生善业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以此功德回向德国航空罹难众生，马航所有罹难众生，回向李光耀先生所有往生者同享功德，罪障消除，同生净土。那样他班长这样阿瓦波达那耶说哈，好，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2月6号星期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上午10点半，嘉义慈悲湖点灯祈福慈悲感恩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即慈悲施食。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6700。2月8号星期四，兼22389987。2月10号星期六，天神下降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上午10点，苗栗弘法禅院岁末团圆护生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79915135。2月11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新竹中埔里里民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53373368，0365703385，0351658322。2月13号星期二，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90节，上午8点半，桃园乐善寺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34776666，0333105553。2月14号星期三，华严菩萨圣诞，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节，下午2点，台北生命道场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2-2550-9900。2月16号大年初一星期五，弥勒菩萨圣诞，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节，佛陀神变节1月1号至1月14号，神变月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兆倍。上午9点，新店大明讲堂庆祝弥勒菩萨圣诞新春开始时供养暨护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2月18号大年初三星期日，佛陀神变节1月1号至1月14号，神变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0兆倍。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供佛大斋天法会，联络电话02-2951-0355。2月20号大年初五星期二，佛陀神变节1月1号至1月14号，神变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0兆倍。上午10点，树林菩提讲堂心灵讲座点万灯供万水暨护生法会，联络电话02-2688-5088。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庆祝弥勒菩萨圣诞，生命电视新店大明讲堂举办新春开市时供养暨护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16号星期五上午9点，地点新店大明讲堂，地址新店市中正路54巷28号3楼，联络电话02-2917-8855，02-2917-8855。上午8点，于松山新店线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佛日增辉。生命电视板桥悲愿讲堂举办供佛大斋天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18号星期日大年初三上午8点半，地点板桥悲愿讲堂，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联络电话02-2951-0355，02-2951-0355。上午7点半，于捷运江子翠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